下。不要挡他！人走开！看到了。歪一边，来配合，来配合。然后呢，再看左边先看一下，我们再看右边。来，再整左边一点，谢谢。有，因为一开始知道迎接宝宝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帮他自己准备房间，那所以他现在几乎都可以自己在房间睡觉，算是蛮独立的小朋友。然后今天为了要上班，因为其实之前真的蛮多时间都在家里陪他嘛，那这一次如果真的要回到电视台做这个访谈节目，一天可能到12个小时跑不掉，所以我们昨天特别装了那个可以在网络上看他的那个监视器，所以我等一下如果真的很想他，就可以就是上网看他在做什么。